干杯！干杯！哎呦哎呦！过来。好啦，要开会啊！飞机吗？哎，他的鼻子是个桃心。知道铜锣烧是吧？唱调，干杯！干杯！鸽子，鸽子可以和我们玩了。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咕噜咕噜，待会真的吃了。哦，哈哈，到啦。你现在要去吃伊兰拉面，伊兰拉面用日文怎么说？伊能伊能库的，对的。啊，伊兰拉面在哪里？哦，开门了吗？我们被分开了，分开了。差点掉，没这样是，有点现实。阿弥陀佛。等等，哎呦哎呦！我们今天在京都，然后穿了和服，对，啊，第一次体验和服，就是酷酷的，走路都酷酷的和服，走路走不通，走路走不快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走路的样子，走不快。啊！快看，哇哦！拍照，八百神社，哇！哦，鸽子，姑姑，干嘛要去？姑姑，欢迎吉娃。我今天像那种日本古代的那种小帅哥，
真的吗？嗯。哇，好有味道！哎，很好看，但是就是有点热，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好看，对。喝起，哇、哦，好大一个冰淇淋！嗯，好热，好闻味可。我吃一个。一个，哦，呵呵，こんにちは，在吃你衣服。Yuki， 哈哈 ，Yuki， 这是个表情。三开始，好萌啊！这个好，哦，看到没？55号，这次海苔吧？是酱，耶！哈哈哈。Happy！